我也是第一次。他们是不是就是跟那个茶颜悦色有点像？对，我感觉他们应该就是跟茶颜悦色比较像。可不可以出去？可以，他可以。可以，你不愿意出去，我给你加个头，加个卡通头，加个狗头，加个狗头。你们也是第一次来喝是吗？对，第一次来喝。只是说不用说假话，你就说你的感觉就可以了。这是我们的粉丝偶遇到的，也不叫我们粉丝吧，好朋友吧，就是看我们节目。有一点，这个上面的粉色温特别甜，特别甜是吧？嗯、今天叫粉丝福利，我请你喝，没关系。嗯，奶油还行，但是这个太甜了。太甜了是吧？这个很甜。这女孩子应该会喜欢吧？粉粉的嘛。但是这个巨甜，这个真的好甜。这个巨甜是吧？我很爱吃甜品，但是我觉得。哎，没有，就是有点酸酸甜甜的那种，感觉还是挺好的，没有那么腻。如果十分的话，给它打可以打几分？能打个八分以上。八分左右。因为这个奶油并没有那么腻，就是感觉还是挺好的。没事，不，你们两个喝一杯就有点 gay。来吧，今天你们就帮我品尝了，这挺好的，缘分。就按照你的感觉说你的感觉，因为我们拍这个视频是希望就是其他的小伙伴来选择的时候有一个参考。对，我觉得这种事情挺好的，我都觉得妈太念了。对，今天主角就是你们。就看看你感觉怎么样，因为我们买的套餐是一样的嘛。是的，只是在去冰和糖分上面略微有差别。我看看啊，八分。有些地方口味方面可能没有那么的偏执，就是我不一定说我非要去哪一个品牌、哪一个店、哪一个口味，可能没那么执着。对，但如果是18块钱的话，我可能会犹豫一下，会选择一些。因为这种价格对于大学生来讲，你要喝奶茶的话还是挺便宜的。这种关于这种买优惠券的形式。确实可以给我们的那个生活费能节省。哦，节约生活费，这是我们选择的一个方式吧。那我觉得挺好的。消费方式。我感觉可能它茶味稍微重。茶味可能怎么样？我觉得它的茶味还是挺重的。茶味更重一些。还有一点就是能留在口中的感觉。哦。好的，我们本期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然后希望你们学业有成，然后身体健康，越来越有钱。谢谢。好，我们下期再见啦。这次纯纯的是在街道口偶遇了这两个兄弟，这个套餐我们认为都是很划算的，简单点说就是两杯水只要15.8块。如果你喜欢这个的话，想来试一试的话，有21家分店都能用，然后评论区。